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 Eddie。现在呢，个人首张 EP《非爱不可》终于发行了。各位专业的工作人员们。Hey yo， finally， the brand new Eddie。OK， 好了。Brand new Eddie。对所有反对的人撒野，灰衬衫让你拥抱安全，白球鞋狂奔到你身边，锁定你不改变，不退却，非要和你永远。One more time, two, one, let's get down, down, down.那主持人，我也希望去参加一些出国的，例如旅游节目啊。哦，是什么三号险家那种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非爱不可，先给你。我看过很多，就是 Discovery 那种，像 Robin Williams 的介绍海豚啊，去海豚，然后我喜欢那种，然后或是去森林去找什么东西，比较像是体验。或是美食啊，就是可能去哪里，就是假如去日本去品尝前100名的拉面。高画质节目尽在 ITV。